Yeah, it's for you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流星雨。和谐吗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和谐吗？和谐吗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就非要叫你一声？你说。他的性格呢，就是能和弟弟们玩得来一些，所以呢，就我也只能把他当做有弟弟们，所以就不叫哥哥。当时去韩国的时候，咱俩是一个韩文老师，对吧？对，你们三个不是德语老师，然后我自己也是德语老师，他给你们三个上了学了。我给你的老师给色，然后就跟我说，虽然很开心，我老师哭了，你说虽然一直哭一直哭。然后当时很小孩，我说虽然我不哭。然后他说狗狗也不是很听话，让翻翻书他也不翻，他就在那儿点儿很熟练，就是听话。其实我们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也拿一句就说什么德语哥哥学得很快，然后让我们向德语哥哥学习。当然这句话是跟着两个小朋友还记得来再练一声。感觉真的是非常双标的人。我双标，我跟你买了一样的衣服，明明是我先买的，然后你买的，余泽宇买跟我一样的伞，然后后来你的伞丢了，那明明是我的伞，有一个标记的，然后你说住我的伞，然后那天正好下雨，那你就跟我在那抢伞抢了半天，然后后来还是就是一起打的伞。什么被你说的，我怎么这么幼稚呢？是你跟我抢的呀，你还抓头发掰手指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真想解释来着，就我看你和贾宝哥那天坐这儿说什么薅头发掰手指，我听你们说这种话，我隔着屏幕来气，你知道吗？那不用，哪有就要解释，哪有那么夸张？什么薅头发？我给你们解释。现在这个实力确实是大。拿出来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不要千万不要剪，我不想把这剪进去。给他剪进去吗？不要剪！哎呀，好了，不要，不要。你的存在像丧尸 in the dream， 就紧紧抱着我 take away my pain， You're my stress， 在聚光灯下只为你，每一次怀疑 Cause you always be my baby。